Do you want to know? Well,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nd I think I have to listen because the sun is up. It's a beautiful day. My beginning will be as bright as the sun. Come, won't you come along? And it feels so bright. It's like luck is raining on me. Go and follow your heart.Hello，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拉斯维加斯。是的，终于有一次好像是早上来的，因为现在是1点多，已经是来拉斯维加斯最早的一个时候。对，因为从来没有那么早过，然后就很成功的来到我们上一次住的亲戚家。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就是我之前有一条片子，然后就拉斯维加斯之旅。对，然后我就是每一年都要来拉斯维加斯。Hello， 又是这个熟悉的背景，有木有？有木有？是的。然后呢，现在呢，我已经是2点半了，然后我来到这儿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对的，就是这样。那现在呢，我要做我的工作了。看一下，我今天晚上还要上课，然后这是我 prepare 的 presentation。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然后呢我刚刚上完课，然后现在我们在弄这个糖水，非常成功的糖水。哇哦，帅，太溜了这一玩意儿。这是西米露蛋羹，谢谢。我们待会喝完糖水，我们出去走一走。嗯，哇，好好吃啊。Hello， 现在是晚上开车的我，我感觉你们都没有看过我晚上开车，有木有？没办法，现在是可以晚上开车的我了。然后我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要去哪呢，我们现在呢要去的是拉斯维加斯开的一家新酒店。对，它那家新酒店的样貌很像永利的酒店那个样貌，所以我们就去那里看一下。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很多视频上的 YouTuber， 然后他们也有去那里参观，然后我也带大家看一下吧。Hello，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拉斯维加斯的新酒店，然后这个就是新酒店，但是呢，它其实还是没有完善好的。给你看一下，这还有一个大坑，看到没有？然后一堆挖掘机。所以呢，它其实是还没有完成好的，但是第一部分呢，我们是可以进去的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是有人住的了，非常成功，对不对？然后它的名字就叫 World Resort， OK。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有住过的，这是我们之前有住过的，也在影片上给大家看到的威尼斯。然后这是永利，是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新酒店了。Can you see me a cleanest? Those when me rocking at the fucking realest. Ching ching ching.
Inna the Louis V vest, girl want with his queen silica and real best. Turn up your breeze for the head of my penis. Hello， 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在这个酒店里面的景点，然后呢就是这里啦。Hello, what's up, everybody? 现在呢是早上的9点，然后我现在在敷面膜，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去吃东西。现在吃完东西之后，我还要做我的作文，所以今天又是一期作业篇。Hello, what's up, everybody? 现在呢，来到了逛商场的地方，然后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现在是下着雨的。是的，现在是下着太阳雨，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但是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 outlet 这个地方，然后可以买一些名牌啊之类这些东西，然后现在是下着雨的，但是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一片乌云，这一片乌云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拉斯维加斯太阳雨，真的很神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是在下雨。然后现在呢，街上都是空无一人。Yo, ML, anybody do that dance? Nasty, but them nasty. Fix things, quick things, repeat. Well, all right then. From you see me a cleanest, those of me rocking are the fucking realest. Ching ching, inna the Louis V vest, girl want with his queen silicone and real blessed. Turn up your breeze from the head of my penis. Coolest breeze that me rocking a sleeveless. Hey,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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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Hello, 现在呢，我和我的家人们，他们现在在这里买鞋。然后我就跟我弟说，你的生日礼物，你的生日礼物就在这家店，你想买什么我就送你。我玩 Nike 呀，啊，你想玩 Nike 呀？还有是 Nike，Nike 我不送。我买单是那个大衣裳。举狗小时候，我们现在来到了韩国餐厅，然后我们准备要吃东西了，好吵啊。
Hello， 现在呢已经是第三天早上，第三天早上呢，我们就要吃粉，然后就完美的粉。Hello， 又是熟悉的我，是的，现在呢，我要去退我的电脑，但是我不知道跨州能不能退。因为我的电脑是在洛杉矶买的嘛，然后我因为差不多要到期了，所以我就要把它给退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电脑不大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去退啊。而且呢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待在拉斯维加斯，因为我明天还要考试什么的，所以呢我们就待会见吧各位。又是我们的开车小汤。现在呢我们已经从 Best Buy 出来了，我们已经成功的退单了，所以呢如果你们想要退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跨州退的，应该要上他的网查一查能不能，因为在 Best Buy 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的，就是在不同的，反正它有店你就可以退，就这样子，但是不要超过它的日期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就回家了。不是，回拉斯维加斯那个。What's up, everybody？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吃饭的地方。我们现在来到了吃饭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吃的是中餐，就是我们广东人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早茶。好啦，现在终于到我们了，我们有十个人，所以我们等的其实时间还算挺不错的哦。现在呢我们已经吃完我们的茶了，给大家看一下，空空如也。现在呢我们要去玩保龄球。
现在呢已经是我们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拉斯维加斯的时间6:15了，然后呢我们准备要回家了。是的，然后可以看一下我隔壁这么多东西，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之前去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图，然后还有现在的这个图，这个对比图是有那么而归，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成功的，是不是？是的，满载而归。是的，满载而归。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资料，一堆。我明天要考试，祝我成功吧。然后今天这一个 vlog 就在这里结束啦，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然后我会多多的更新的，因为这几天真的很忙，我连我之前的那个影片，6月的影片我都还没有剪辑，所以这个影片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剪辑。记住，我现在拍摄的时间是7月29。好的，拜拜，谢谢你们，别忘了关注我，然后点赞。好的，拜拜。